啊，老师们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是竭尽全力。我叫孙淑月，我今年37岁，我演话剧已经15年了。老师们好，我叫马卓君，我今年35岁，是一名话剧演员，从业已经16年了。我叫江木远见，然后我是今年35岁，从业到现在也有12年了，也是一名话剧演员。这应该都是舞台上的老戏骨吧。孙淑月，我们第一次去见面的时候，说认不认识他，我说我认识。何伟哥你好，我是前线话剧团的演员，我叫孙淑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又知道了。我真知道，这个真知道。你听我慢慢的讲。他刚才说他37了，我还真是挺吓一跳的，我没想过。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前线歌舞团是小孩儿，10岁进去的时候。然后他又说了一个演话剧演了15年了，真的时间不禁算，真太吓人了。但是我今天特别开心，现在这俨然是成熟演员。